安尼听起来，老酒党的失智症发作的几率是愈来愈高。所以我在想讲哦，我是不是啊，爱下手较紧的，赶紧哦，把酒家的财产摕到手。伊安尼常常凶凶发作起来，敢是真诶？那也是你搬戏。你哪安尼讲哈？毕竟老酒党诶是一只老狐狸，伊出虾米招无人知影。啊，伊安凶凶得着老人痴呆症嘛，毋知是真诶也是假，也是你骗。无可能啦！啥物无可能？你都唔知老酒党，伊即摆对我偌好咧，伊一定是感觉对我这个查某囝足亏欠的。你都无看到迄周永存找我冤家的时阵哦，伊拢徛伫我这边，而且还佫威吓我，所以迄周永存，你才气甘要死。伊确实哦，感觉对你真亏欠，我亲情慢掉的啦。你才会看无清楚你伫从啥，啊！不过伊若发现哦，你有其他的目的，你绝对死甲真歹看。嘿，你莫讲这种话吓惊我啦！我唔是你甲你吓惊，我是提醒你，莫欢喜过头，连家己是啥拢袂记哩。到时阵啊，骨卡缩出来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，叫我的动作袂当伤大吼？迄当然啦。那是让老酒党会发现你有其他的企图，那安尼咱之前这么用心嘛，就袂了工啊。好，我知啊，我会较低调的啦。你咪当抓着机会，破坏伊甲周永存的感情啊，连爸仔囝彻底变面。那安尼是要怎做啊？规定爸仔囝即马拢互相无信任对方啊啦，你着很继续。误会落去就好，我知啊。世明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我嘛真赞成你的想法。放心啊，我会想办法将伤害林家，还佫有迄个无将人的性命当作一回事的迄个庄敬林，我会佮找出来。好。有消息我随甲你讲。12月，年暝就要过一半，到月中啊，时间过了真紧。我的记忆嘛，一天不比一天衰退较真严重。我无啥物愿望，我即马敢若希望，赶紧辅助永存，互永和两早接班。啊，搁有就是帮助志明，将伤害林家无后裔的住宿者找出来。这是要怎？妈，爸，你是安怎啊？哦，无啦。哇，最近哦，常常要做什么代志，都安尼袂记者，记忆愈来愈歹啊。高血压这个问题嘛控制袂好，所以我咧想，我是不是
身体嘛愈来愈矮。袂啦，爸，你这应该是叫做初老症啊！我听讲哦，初老症的人啊，迄定定会雄雄，迄代志就是安怎想拢想袂起来啦。啊，不过加食一罐银杏就无问题啊啦，我会当替你去买哦。爸。爸，我有可能是回来要看你的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现在也是别跟他见面啦。啊，若无可能是看到你的脚受伤哦，伊会烦恼，你嘛会无自在啊。你的顾虑嘛有影，无妨啊。你甲恁哥哦，昨天外口，莫回看到我。哦好，我知啊。放心啦，我袂甲爸冤家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先安尼哦。我记得讲厝内无人，想袂到你伫咧。我就是回来哦，替爸用伊的生活起居啦，我哪有可能离开哈、啊？爸咧，伫个房间啊。我去拜找爸。嘿，爸伊即摆伫个房间休困，你会当先转去啊。爸就是叫我出来甲你讲哦，伊即摆无想要讲话。你有啥物资格代替爸咧讲话？啊，爸就伫个房间内底啊。刚刚你认为讲我敢食传圣旨哦？你若是打来的时阵，你可能会唔敢。啊，过即摆你有啥物代志，你是唔敢。就鬼！我就叫你来去教我爸，我就叫你来去教我爸，你听无？我爸仔囝的代志，你莫管哦。哈，什么叫我莫管啊？但在你阿爸生气的时阵哦，爸无欢喜，收煞人拢是我的。你比赛出来，拢叫我莫管啊？你若是无介意收煞，你莫收煞，你无必要做家己无欢喜做的代志。爸，也休困了哟。是啊，我已经累啊，啊准备要休困啊。啊，你先回去啦，啊记得唔通搞烦房间呢。哦，那你较早休困了。